于许多女性朋友而言，服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，清新简廉的穿搭分分钟能让人看上去尽显可爱，就像是最近鞠婧祎的清新搭配一样。粉色的服装穿搭对于颜色的设计上更加的偏向于马卡龙的设计，这类可爱风格的设计对于女性服装的表达会更加的简廉，一种较为清新精致的白色牛仔裤反而像是一种较为百搭的裤子款式。比起粉嫩的粉色服装穿搭表达上，白色的简洁对于少女感的表达也是十分完美的一种，就像是最近鞠婧祎所穿的这件纯白色的搭配一样，精致简洁的颜色搭配以及有松有紧的节奏感，其中精致大方的白色服装以一种蓬蓬袖搭配上紧身的服装设计为主。若是说起浅色系的服装穿搭，又怎么能够少得了精致而又大方的学院风服装的穿搭呢？时尚大方的设计对于衬衫领的部分会显得稍微夸张，但在整体的表达上却也还是一种十分大方的感觉，就像是最近鞠婧祎所穿的这件精致穿搭一样。在鞠婧祎的这类穿搭上还有一些类似于樱桃小丸子的感觉，不知道你们是否喜欢呢？